那打官司，任何官司得有中文翻译，得有中文翻译，而且一个还不行，得多，至少应该一两个啊，那两个比较好一点，要不然缺乏公正，没有公正啊。看心理医生什么什么 psychiatrist， 就是这个精神科医生，也是应该一样的，应该有汉语翻译才行，中文翻译才行，还有旁证才行。啊，以前那个 Molly Joe 就被怎么着，那个西佛罗里达大学那一个人，然后把我关在门外，不让我进去旁听。啊，你就听声音了，旁听了，他把我关在门外面，那混蛋。2018年1月18号下午，你看这故意开车堵路的，故意开车堵交通的人。方舟，莫里舟，云方舟，周云方，那个例子啊，故意把它隔离开，整它，是我不知道进行了什么事情，经历了什么事情，到现在都还不清楚，现在都还不太清楚。